你弄，太有错了！这么快就进入伊利诺伊，伊利诺伊最有名应该就芝加哥，还有什么底特律吧，应该也是在伊利诺伊，也算大州。眨眼又经过伊利诺伊，这伊利诺伊应该下半部小小的，因为今天开一开会抵达圣路易斯密苏里州，所以这伊利诺伊应该也是下半部小小的，等下就穿越，差点没照到伊利诺伊。